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Tang S 木床板改装的迷你露营车，这很有仪式感哦。一秒钟升底，轻巧的造型却有舒适的生活空间，简单就能设定好户外移动的家。到底生活机能如何？又有哪些创意与巧思呢？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去看看吧！记得按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，关注 FB 粉丝页，可以获得最新讯息哦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优良驾驶，今天非常开心在户外碰到我们的好朋友，也是粉丝康铁父子档，打个招呼。大家好。这一台车听说是你们父子一起打造的，对，爸爸出点子，儿子出力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参观一下你的车品啊。哦，好。怎么有机会弄一台露营车？早期有在露营吗？早期是有在露营，然后有时候有会重机露营，收帐篷的时候很麻烦，因为有时候有露水啊，对对对，那个睡袋，对，有时候花一两个小时时间在收。我是做铁件工程，难怪有 DIY 的能力，自己可以动手了。为什么会想做承载式？因为我有时候要载货。然后要做工程，需要货车。当初打造这台车有想过，第一个我是要工作，要载东西，所以你回家就下掉了。载货的时候就会就下来，卸下来，然后卸下来也很简单。会用承载式露营车的朋友呢，他们都是因为工作、休闲要兼顾。对，加最少的成本就有移动的摩铁，不需要特意的去买一台露营车。我收起来的话只有4.5米，我的高度大概2.33米。不要做太高的原因是因为第一，骑兵的侧风或者是高架道路的侧风很危险，对对。然后还有台湾的一般涵洞大概是2.4米，对，所以我会设定在2.33米，就是还有7公分的间距可以直接过。睡几个人？他可以睡4个人，大人，4个大人。哎，Tang S的承载式可以睡4人，还能站起来？对，怎么可能？我们来参观一下。好，来看一下。很多人都会把Tang S下面这边烤白色，刚开始会好看啊，可是 A 到的话就不好看了，所以我就把这一块贴掉，把它贴成黑色的。那一来高速公路的时候有小石头，也可以防止它被小石头打到。哎，对啊，所以在这样也比较整体一点。这是自己做的？这个不锈钢的那个是自己做的，我就是要放30公升的水，两个等于60公升。60公升，所以你车上的清水是60。对，要在外面洗手的话。不要浪费，不要浪费，直接就可以用。就直接不用拿出来，就直接可以用。那你也可以把它拿到后面去加。载重之后，对，避震会不会不够？有没有改？没有改，原来的避震。对，就是原厂的避震，我都没有改。你这个车厢多少公斤啊？有算过吗？车厢大概有称过地磅，拆下来跟装上去大概482公斤。这是木床的Tang S，木床的货车。然后它的总重是2.1吨，所以不用改，不用改，这样就方便很多哈，不用大调整啊。这里有一个巧妙的设计，例如下雨的时候可以挡雨。对对对，就是屋檐的概念。箱体是买现成的吗？不是，自己打的。全部都是自己。我以为是你买那个物流车那个箱体去挖的，不是？像哦。对啊，因为做得太漂亮了，方方正正的。对。这里背了一个是载货的吗？不是，它是水箱。它有58公升。哇。那我有算过，为什么会做58公升？是男生如果在家里洗澡，大概是20公升。哦，你还特别去量。对。然后女生的话要洗头，还有。多冲几下，对对对，就是30公升。这边有温度计哦，我们可以设定在42度，在户外，所以它也不会有一氧化碳在车内的问题啊，安全。所以这个是一个热水器，可以装水。因为我不想要背一个大的热水器在外面，而且还会忽冷忽热。对对对，这整个烧好，整桶都热的，整桶都是热的。这一般会装水吗？上路一般我在路上是不会装水，然后通常都是从这边拿来倒过来。其实你真的要野营的话，是可以装一些山泉水来用。对，也可以装一半的水。对对对，怕摇晃啊，摇晃它会造浪啊，会满出来啊。水位线，对，水位线有没有？水位在这边直接看，然后这边有一个温度计。
从这里这样抽过来，对，抽上去那个加压马达，对对对，打上去用。这边是抽到浴室的莲蓬头，这是一分二啊。嘿，对，一分的啊，这边是抽到厨房的，最简单的方式，对，最多的功能，最省钱、最简单的方式。对啊，这个设计很好啊，这个还有一个空间啊。对，不过它的车子很低耶、欸，哎、欸，两个前头呢，它的底盘怎么那么低？这原车就这样，对不对？原厂的就这样。你的灰水箱在哪边？灰水箱在这个下面，自己做的，对，自己做的，白铁的，嘿嘿，这是塑钢土吧？嗯。其实是水泥工，因为我想说不用做太漂亮，但是在下面看不到。所以你不是用焊的，你是用水泥工去打。有，我有焊，嘿，再加强。那因为它的板子会比较薄一点哦，比较轻啊。我没有满焊，所以我里内外有打水泥工，因为想说这个这样子它也不会漏水啊。对啊，你是用耐高温的水泥工吗？嘿，对。哦，聪明，哎，这个做法第一次看到，是一般是满焊，对不对？对，一般是把它完全焊死。你看我的，对啊，这个很软，没有很。没有很厚，这个比较轻啦、啊。对，所以这个可以直接接到水锅，或者我直接放掉。对对对，下面真的看得到木床、欸，嗯，真的有木头哎、欸。身为一位金属师傅的工程人员呢、啊，随手带着工具也是很正常的。哦，你是这样子？这里，你看他内六角直接身上都有。哎、欸，这样子。哦，哎、欸、哎。可以做吗？可以，你只有一个支撑哎、欸。其实还好，它不用支撑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怎么出来的？就伸进去。这个好厉害哦！哎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你看，这是你设计的、啊？对，我设计的。哇塞，这个叫江湖一点绝。它要在这个这个架子上才行，对不对？对。它很巧妙的把它支撑在这个点上。对，是一个平台。放食材啊，放瓦斯炉啊，都而且都没有问题。这个高度很舒服，就是料理的时候。它也是这种滑出来的床板，还可以拿出来当桌板用，这个厉害，这个厉害。各位观众，床板直接变桌板。欸、这谁来晚餐可以十个人吃饭？他在这边可以料理有没有？一个吧台，然后用餐的话，这个大床板直接在这里吃。来，一根杆子撑起一片天了，里面做什么就不会被发现了。没有啊，这样。摆正。哎呀，拉起来一点点了。它有个角度，不然就要锁紧再放下来。你看我同学身手矫健，这里为什么会多一节？因为好看而已。货斗放下来的时候，它就是不想要缺一块。你把它做一个饰板了？对，就是一个饰板，把它把这个这块延伸过来了。它很轻，它直接拿出来的时候，这边还可以调整，接哇。哎、欸，扣住就可以勾着，太巧妙了吧？就可以直接上，对对对，车，酷哦，直接上车。那如果说晚上会有能挡漏水或什么，我们就可以把鞋子放在里面，鞋子放里面哦，所以这是鞋柜，哎对，它是鞋柜，然后鞋子才不会湿掉，对对对，这个早上鞋子就不会湿掉，不会被狗叼走，对，这样子把它拉过来之后，扣住，它就变成一个推车了。哦，然后这边勾住，哦，还可以勾住哦，勾住，然后它就可以有轮子。哦，去拉水啊，拉。你看，直接可以这样，有没有？装山泉水的时候有没有？直接就拉走了，哎，直接倒，就直接倒下去，因为它也不会很高啊，对对，它这个高度，所以如果男生的话，可以可以可以用的话，都就是很简单，反正你这个有水，车内的水就有了，对，好，它是这样子的，对，这是自己做的，对，自己做的，我怎么觉得这是一般家庭用的？对，这是一般家庭的锁，五金拿来用，对，可是这个门是自己做的，对，不是买现成的，没有。哇，它竟然是转出来的，下面有一个插销哦，那边插住。哇，这很有仪式感，哎，很有升顶升顶的，通风哎。这是掀顶，
哦哦哦，一秒钟真的。这是一台魔术方块的 Tang S 承载式露营车，对，很多变化啊。现在我们上来参观可以吗？好。这个空间超乎我的想象，真的有没有？很高，可以站起来。这高度有量过吗？有，大概2米1。而且它这里做个巧思是，你拉，我看是用这个拉当把手，直接可以拉。对，这个是什么材质啊？其实这个是木头夹板而已，然后外面是不锈钢哦，还有塑铝板，晚上也可以锁起来，可以锁起来啊。这完全是家里的铝门窗的感觉。当初设计就是希望可以从这边休息的时候看风景，对不对？看海啊，看山啊，都可以。大概133公分，然后宽。差不多55啊，这130，一米多，所以如果坐在这里的话，对，哎，这可以坐一整天吧？可以在这里办公啊什么的。对啊，如果要办公，你这里还有拉了电哦，对，它可以110的电。展开之后，这里可以放冰箱。对，本来这个冰箱在行车中是放在行车，我是放在桌子上，固定在这里的哈，百叶窗，对，还可以。无段调速，可以吸跟排都可以。哎，这真的有点重哎，30公斤。跟你讲，这个是松够辣的恒温热水器，有没错？对啊，整桶热水绝对恒温，它就直接后速供插着。1/2，厨房的也下来了。对，这个是行动磨铁气氛灯，小夜灯哦，两个人出门，三个人回家，太有气氛了。厨房的琉璃台打开来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是温水，刚刚加热完整桶热的，真的，这太方便了吧！而且灰水有回收，对，好，污水不要排放哦。垃圾要带走，污水不要排放。还有刷牙洗脸的镜子，对，老婆不用蹲在路边刷牙，然后再盖起来，它就是这样扣起来，它有一个卡扣。扣上去，那直接扣上去就可以了。好，这边也有收纳的。对啊，这里有收纳。哦，好，没有拿得到了，拿得到了。对，都可以。对对对对。他如果拿很大的东西拿不到，还可以拉出来。对，他因为放在这简单，他们你看，对，不会影响，都算过了哈。好，还有我们看里面半露天的浴室，这还看得到风景，又这么高，别人看不到我们。还可以升降，它的最主要是它可以折叠升降。对对对对对。那如果它有一点小缝的话，泼雨的话是还好。用魔鬼毡，对，我用那个慈母扣。热腾腾的。旁边全部都是白铁。对，其实这个都白铁。塑铝板。塑铝板啊，比较轻啊。对，然后骨架是白铁，这都自己做的。然后120公斤的。朋友有上去踩，绝对没问题，没事啊，绝对没问题。稍微推一下，稍微推一下，对，然后把它哦扣住。它这还有做一个扣的啦，这个适合到什么？冬天关心，如果夏天整个蚊子大军跑进来，都会被风吹的吗？不会，不会。哇，你看，超大面观景窗，好的。这个叫做窗外有蓝天。自由的空气，无价。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桌板，对，它是一个桌板，在这里泡咖啡啊，看风景，对，吃火锅啊，都够大，对不对？对。它直接插下来了，哦。哦，棉被在里面就可以，在额头里面是棉被。
这里160公分，然后这边183、84公分，184，可以睡四个副驾驶，很大。设定这边是睡两个人啊，然后上面也可以睡两个人，哦，这还可以双层啊。对，刚刚桌板被我们拿下去了啦，超大床面，哎，好舒服哦。看电视啊，看星星，看优良驾驶就可以这样躺在这边看，可以躺三个人哎，这可以睡三个没问题，可以睡三个人没问题。三个大人轻轻松松，超大床面，这个往上看星星。对，窗户你有稍微改过对不对？对，有稍微改过。哦，哎，这可以直接拿东西。对，直接。如果说冬天的外套啊、羽绒衣直接丢在前面去，哦，对对对，然后就可以关起来，怕光线的话，或者是就可以拿枕头挡住、塞住。哦，收纳有哪一些？收纳哦，它是下掀啊，对，它是下掀式，它下掀之后就变成床板哦。哦，难怪，对，然后它就可以延，它继续再延伸出来。它是这样，有没有？这边有投影机，要小心，要小心的。对了，你看，好高哦，来来来，你看这里，来，这样哈。有，它后面脚放这里不会有压迫感，这个它深度比较低，两米。对啊，200公分，深度有200，对，非常够。这根本是放大版的 T6。对啊，T6 的概念，先顶。各位观众，移动摩铁，你这台车可以睡到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最多可以6人。对，对不对？如果是要挤一下的话，但是它只能够乘坐2人。他只能乘坐2人，所以他就开车，哦，开轿车。朋友来，他当初设定的是说，朋友来骑重机来也好，开轿车来也好。对，你如果不订房的话，就睡我们家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每人收1000块。哎呦，哇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真的啊。开玩笑的。你如果到合欢山上找不到旅馆了，对，就这样睡这样子的，对不对？这个设计非常巧妙。第一个它是掀顶了，再来它这个板子是不锈钢，不锈钢白铁，它其实是轻哦。对。这比木板轻很多，看这么大一片，因为它就是方管的结构，然后不锈钢的那个板子。我这边我知道大概40，这里40啦，对，40。这个额头是比平常的低，因为平常头不会在那边，就是脚放这里而已。对。可是它这个优点是说要把整个板降下来，兼顾到你要过崩坑啊，对，对不对？然后你侧风还有风阻都兼顾，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做法，一个很有创意的做法。嗯。睡觉又不影响，脚在那边，超大观景窗，看一下哦。啊，直接下来，下来也很方便。对啊，直接下来。收纳就是哦，在这啊，抽屉。所以你拿东西不是把床翻起来拿，是拿抽屉。比较常用的话，你就可以抽屉，抽屉。对对对，然后就把它，对对对，直接拉出来，这样子拿东西就可以拿了，手脚并用，这样就可以。它有偷了一点了，有没有？这里多一点，它是下面床板是有硬板的，它可以坐椅子，也可以是延伸床板。坐在这边，对啊，然后坐在这边看窗景啊，喝咖啡，可以坐3个人，这边可以坐3个人，然后这边坐1个人。我当初会做网状，是因为可以把宠物关在里面。嗯，好，它现在变成收纳了，然后又是椅子，这个放下来它就变延伸的床板，多功能，可以坐好多人哦，真的是魔术空间哎。其实这一边要拿东西，这边可以，哦，哎，这边可以，很大哎。对，所以这空间可以装水，它大到都空空的，还没有放东西，几乎不是不知道放什么，太空了，大到不知道放什么。对啊，你看，太奢华了哇！然后这边是你的电力系统，对不对？看一下，电池多大的？其实它才150 A， 150 A 起。对啊，哎，等一下，够用就好。够用，所以你没有装住了。它上山就哎就会冷到要盖被子了。我这边可以插电风扇，因为我觉得要吹冷气就在家里吹就好了。哦，然后这个概念不错，山上就是要吹自然风。对，出来就是自然风了。对，少吹一点。我回去把渡轮拆掉。对。它是我的咖啡器具，等一下哦，喝咖啡用啊。对，哇，塞风哎。用啊。哎呦。来来来来。
这个可以卖东西当餐车，哎，哇，直接打开来。这一台车从打造到完工花多少时间？因为还要摸索嘛，所以大概三个月。以我自己的构想去打造的，自己的需求、自己的构想，因为想要让它不要太大，空间就是车体不想要太大，不要太，然后又要轻量化，那又不想要太高，因为有风阻的问题，然后还有涵洞的问题，对 对, 对，所以设定的高度就没有要做太高。哎，虽然它是一个非常小的空间，但是它把它放到非常多的功能，而且呢，最主要是创意，这个点子很厉害、啊。然后到目的地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展开。对啊，对，而且展开要很快速，哎，因为如果要半夜要绕跑的时候，要赶快很快速把它收起来，赶快跑。而且你不用什么马达油压、电动增加都不要。对，马达会增加它的重量，所以我就用很简单的一个油压杆。如果有布边的话，你睡觉的话，风太大的话会没有安全感。对，它这个也不会有收视障的问题嘛，这个都金属的啦。对，然后要轻量化。对对，轻量化，但是功能又有，安全性又有。对。然后上山下海也不会造成车体太大的负担。对，没错。好，这样。那这台车打造的时候花了多少钱？大概差不多500,000吧。我觉得它的价值是无价，可以跟自己的亲人、家人一起出门，对不对？那这台车它载的是两人，如果出门的话，可以另外开车子或者起重机汇合。对，它就是一个行动套房。好，那今天特别谢谢我们康铁的分享了哈，谢谢，拜拜，有缘路上见，有缘路上见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跟各位分享到这里，再次感谢康铁父子档无私的分享，他们的创意与实用的设计，让我们看见小车也能承载大梦想。祝福他们未来的旅程顺心愉快。车博没有最好，只有最适合，多看多比较，买合用的最重要。提醒各位，改装露营车请遵守道路安全相关法规，安全第一。我是优娘驾驶，我们路上见，拜拜。